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Couple Channel， 我是 IC。 咁呢个 video 咧系我哋嘅第一个 vlog 嚟嘅，咁我主要想介绍翻宠物移民啦，我哋点样带只狗狗过嚟英国嘅。讲翻背景先，因为我老公咧佢公司 internal transfer 过嚟英国啦，咁佢公司咧就想佢十月份到，所以我都喺七月份嗰时已经第一信啦，咁我就开始准备狗仔嘅宠物移民的资料啦、文件啦等等。咁咧，我已经在六月份嗰时咧揾过唔同的航空公司啦。咁基本上咧系冇一间航空公司接受扁鼻的宠物啦。咁佢哋话风险比较高啦，咁又惊可能会喺飞行途中会焗死啦等等咁嘅问题啦。咁最后咧，我哋揾到一间系做 private jet 嘅，咁系成个 package 系一人一狗啦，又包埋狗仔的文件啦，同埋狗仔的身体检查、导虫、晶片啦，系啦，咁佢哋会俾埋个 schedule 你嘅，咁几时需要带狗仔去诊所做身体检查啦，咁要交啲咩文件啦、针卡啦等等咁样嘅，同埋我出发嗰日嘅的士接送。咁去到英国嗰度咧，咁呢个就系自己选择啦，咁可以用佢哋呢间公司嘅车队去接送你去到目的地啊。咁我咧就覺得方便，同埋因為嗰日實在太多嘢拎啦，有行李箱啦，有 hand carry 啦，同埋又有狗仔啦，又或者狗仔都成九公斤咁重。咁我係九月底出發嘅，咁因為某啲原因啦，咁就 delay 咗幾日出發嘅。咁原本咧我就同我老公一齊飛嘅，咁佢公司嗰邊咧又需要佢遲多幾日先可以飛啦，咁佢都 delay 咗嘅，咁佢仲要處理埋清税啊等等嘅問題咁樣，所以佢都遲我幾日先到達英國嘅。咗青衣狗公园噶啦，等紧去私人机场嗰边。咁有啲狗狗咧呢段时间就会去 PP 或者 poo poo， 咁我哋 Cookie 哥咧就冇落去楼下啦，因为佢已经喺屋企 poo poo 咗啦。因为私人机场嗰边咧就唔俾拍片嘅，咁所以咧呢度我就冇点样影到嘅。咁等阵我哋咧喺飞机上面见啦。终于上到飞机啦！大家都喺度安顿紧自己嘅狗狗或者猫猫，咁都几幸运可以全程陪住自己嘅狗狗。等到上齐人啦，咁就差唔多准备飞啦。不过佢就同民航唔一样嘅，佢就唔会有人，唔会有机师会有同你讲话，准备 take off 啦，你哋带好安全带啦，唔会有呢啲嘅。咁就系突然之间飞机会自己喐。咁就會突然之間 take off， 咁你要自己做好心理準備，就要帶安全帶，跟住之後就準備要飛啦。而家等緊晚餐，因為 Cookie 今日都辛苦咗成晚啦，咁就幫下大佬按摩一下啦。钟头里面咧，佢会有两餐俾你嘅，咁有一餐咧就系晚餐啦，一上机过冇几耐就会有晚餐啦，咁佢有中餐有西餐咁样啦，咁同埋朝头早一个早餐咁样啦，仲有包埋狗仔一餐嘅。飞机咧系细飞机嚟嘅，咁所以咧中途会喺杜拜嗰边降落嘅，咁就会加油啦。咁另外同埋都会换晒成班嘅机组人员嘅。
成晚終於天光了，日出好靚啊，而家準備食早餐啦。之前咧发生咗件事，就系、我部电话咧跌咗落去呢个黑色嘅位置，佢咧系一张台嚟嘅。食饭嗰阵时咧可以拉出嚟，咁就变咗张台啦。但系咧就好唔好彩，部电话咧好底跌咗落下嘅位置。咁隔篱同机人员咧，有一对 couple 好主动走过嚟帮我，用手伸入去睇拎唔拎到上嚟，结果都系佢哋。咁最后空姐咧就用咗佢嘅方法夹部电话上嚟啦，咁都夹咗好耐。真係非常之感激，因為電話係好重要嘅嘢嚟嘅。咁落機冇電話，真係唔知點算好。非常之感激，非常之多謝你哋去幫我。終於到啦！先会有职员过嚟 check 狗狗嘅晶片，之后就可以落飞机噶啦。有专用嘅车队等紧我哋上车，之后咧可以喺车上面等海关过嚟 check 我哋嘅 passport。check 完之后，我哋就可以翻屋企噶啦。记得大家 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下次我哋再见啦，拜拜。